锦哥，你一叫胡就摸个没完，摸完还要看，看了就不用再摸了。就是啊，又不是赌神家，赌了一两百块，手也发抖了。我一把让你们输清光。快点，人家关门了。白板。靠，白板也摸那么久。 没东西，肯定是白板。就是，现在我打牌要你们教，打牌是用手打，不是用嘴巴打。怎么样？你打不打？打就放手。快点，打！ 怎么了？没事吧？牌呢？没事吧？牌呢？牌去哪儿了？啊！走了，走吧，走了。现在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要不这样？ 找个牌搭子来我家继续打。再联络，就四圈嘛，四圈，就四圈嘛。你有13个新留言。老公，我快要生了，我要去医院。 虚惊一场，好在没接，是女人真是。女警，上两期的钱你还没还呢，下一期13天后就到期了，我就给你13天，3期一起还。 到时再没钱还呢！我得砍下你了！借了一身债去赌，你无可救药了。大鬼哥，小鬼哥，笑没了。看你怎么打牌！砍下他的头，就是要。以后谁敢赖账，就拿给他们看。让他们记得还钱。今天呢，刚刚1号，还有4小时就到2号了。 红旗，别跑！还钱！你还跑？
你先休息，我明天再来看你。哎呀，不用了，你太客气了。公司要天天更新你的健康报告，白痴，傻瓜。王八蛋，快还钱呐！没钱还呢，我有样好东西给你。什么东西？很值钱的，古董啊！天！对我说，喊着他。含着他打牌，有鬼帮你，赢定的。赢定？怎么赢啊？连续13天，每天一次13幺。哦，怪不得你这家伙前阵子老是赢钱了，快点拿来啊！等等。等等，要学一张江湖牌才行。白板容易摸，记住，要13把，一定要足13把，不可以多，也不可以少。记住，你学了白板，就只能胡白板，不然不会玩的。行了，记住了吗？知道了。拿着它，含在嘴里，再说一次。现金没关系，写张欠单，画个押，3天后还也行。3个八婆想串通那个小女孩一起坑我。桂丽王啊，待会儿你准时上来收钱吧。当然不得了了，我早上到现在一个劲儿的赢啊。哎呀，我这个会头最有交代，你放心吧。今天死也拿钱回来，别吵，治着了。我手气好，你别担心我欠你的债。不信，你上来打个刺拳试试。Oh.
鞋的。哦，天湖十三幺。剩下那些呢，就三天后还。我走了，谢了啊，拜拜。何亚成，帮我约你那两兄弟出来。我欧锦今天就要你们三兄弟输清光，报我上次那一箭之仇。你把上次的麻将债还了再说吧。什么？麻将债当然是麻将桌上还了。阿西啊，你老爸老妈是不是在打牌？还说呢，上次你输了不服气，还套了我爸。张太太。这局赢钱真容易，随随便便赢了十底八底。就是啊，我们明天再来。
显灵帮我多赢点钱，我只要赢钱，什么都不要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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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地府，给钱，给钱。
哎，这是邪门啊！干什么？喂，别冲动，喂，冷静点，冷静，喂，混，别打！十三幺。你太太的胎不太正常。南无阿弥陀佛，有灵有形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别搞我儿子，别搞我儿子！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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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你找黄泉啊？他走了。他一小时前去世了。于姐，可不可以跟我打最后一张牌？好啊，来呀，来呀！怎么没十三幺的牌啊？最后一把，不是这么耍我吧？
记住，13.1，好邪，会见到很邪的东西。13.1不能截胡，我也胡。14把，1炮3响，15把，一定要足13把，不可以多，不可以少。糟了，胡了15把。
季龙，你是这游戏头十三位报名者，有500块会赠给你。好好好。哎，等等，你还要填写这份报名表，通过体检才会给你钱的。好啊。我们先要跟你试镜，然后还有个面试，通过了才算入选。这么严格啊？那好吧。你等等，很快。陈杰龙，干嘛？五百块回赠，回家等电话试镜。喂，请说。陈先生，你拿好身份证。谢谢，我现在上来拿。不会吧，花了这么大功夫骗我张身份证。哼，喂，有人吗？门锁了，有人吗？没电话讯号。你说什么呀？喂，不会吧，火警。
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有事啊！陈先生，事情完成了，明天早上八点来面试吧，别迟到，缺席当弃权。小伙子，小伙子。你干嘛在这儿？没有啊。你在这儿干嘛？我在这儿干嘛？不知道。也没看见有人走过。没有。有没有啊？不知道。大吉大利，买这种东西回来，这么快买这些东西回来，小丑快点死啊！如果想孝敬我呢，等我死了才烧给我，我在下面一定收到。
你不会连捎点东西给我也嫌麻烦吧？找到工作没有？别整天呢吊儿郎当的样子嘛。不过您命好，有我。我年轻的时候要是像你这样，肯定饿死，你也不用投胎了。还是准备睡天桥底吧。一个人啊，口袋里没钱，说句话也不够响。怎么样都好，先坐着吧，不然只会越来越懒。爷爷说话你听见没有啊？爷爷，我去拿钱。你天天日夜颠倒，晚上又不睡。人死就魂飞魄散，三魂六魄会离开身体，魂上身而魄下降，魂留在地面上，魄下降入地下，然后每天又回升一尺。今晚是最后一面了，下次就只有我一个回家。黄水零头两丈，今晚四月四日凌晨回魂，由西南方入，黎明东北方去，诸君回避，不可偷看，不可开门骚扰，若有违犯，轻则大病一场，重则吓破胆死。谢谢。又是电视台，这次玩假人，高空之物犯法的，我不怕你，吓唬谁啊？Thank you.
爷爷开门。爷爷开门，我回来了，我没带钥匙。爷爷开门，是我，怎么开门啊？开门啊，你在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你爷爷中风，被救护车送进医院了。什么？你爷爷中风，被救护车送进医院绷仔，快听电话！听电话，绷仔。喂，刚才有没有个叫陈青红的送到医院？他叫陈青红，他中风。对，他叫陈青红，刚被救护车送进来。我是他孙子，他中风了。陈青红。他叫陈秦红，有没有啊？我是他孙子，他中风送进医院，麻烦你们帮我查查，求求你们，拜托。邦仔，我爷爷被送到哪家医院啊？什么？你说清楚点，我听不到。什么？又上来再说。好好好，我上来，上来再说。
最坏那个六姨婆，挑拨离间，刚才媳妇这样对我，现在连儿子也不理我了，不是吗？你爸在说什么话？邦仔，刚才你在电话里让我上来再说，你开门啊！谁跟你说电话？我电话没电。我不管，你开门，开了门再说。不开啊，对面十二点回魂呢。
死者家人呢？他只有一个爷爷。他在哪儿？邦仔。昨晚撞伤进医院了。谁送他去？应该是救护车。是谁打电话？我想是自己吧。邦仔，看见我了吗？我。喂。喂，自动弃权，你的下次领参赛资格已经被取消。